第二位呢是这个留教的这枚 UBC 金融系的 Debbie， 一起欢迎他。Debbie， 160，体重45公斤，欢迎。就是从国外回来的，要跟他打招呼是吧？好，打招呼。所以你们那边打招呼的方式都是比较直接拥抱，对，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就可以拥抱，还是说要到一定程度才可以？就是比较认识的朋友。那你刚抱阿伦有不开心的感觉吗？是还 OK？ 还 OK。Tracy， 我想问 Debbie， 除了就是学校学的东西，你在国外有没有一些不同的经验、特别的经验？那时候。在那个日本不是有海啸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就在网络上订了那个手链，然后呢义卖给大家，然后募款这样。募到了多少钱？当时募到了大概3000块加币左右，三千块加币。3-4千块，大概10万块，十万，很有爱心的，多。你一个，我想问他说，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类型的男生呢？看过各国的人，你会不会的眼光会不会比一般人还要高？不会，不会啊，就是那个喜欢就有感觉的就喜欢。所以你交往过外国男生？嗯，哎呦，哪一就是加拿大人吗？还是？就是他是日本跟匈牙利的混血，哇，这个混得凶哦，这个混凶哎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觉得跟台湾男生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哦，什么？不要自卑。对啊，对，你刚那个娃，那好像输人家一样。其实他们也没多厉害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大家都很棒，大家都很男生。好，来三位来选二号的，来。是你们展现你们才艺的时间。好，来出场。来，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派出的是大赫，好 ，Number One， 带来30秒钟的表演，好吗 ？OK， 来，请开始。麦克风，好来。Oh my God， What happened？我知道，我有看过。你看到川剧片，你觉得刚刚这个表演还喜欢吗？我很好笑。好女孩是川剧，这是我们继假双簧之后又看到一个蛮有趣的表演。新高峰，新高峰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来，接下来，该我了，小轩轩，秒时间。OK， 好，来，请开始。哦，哎呦，小轩轩带来非常厉害的 popping。结果我们都掉光了。你刚问他，他怎么，他真的可以吃吗？哦，你不要撒他就对了。快点出来，因为你充满了爱，是。是 ，Debbie 刚刚这个你是觉得可怕还是觉得喜欢？有开心到吗？一开始很厉害，然后后来有点可怕。有点可怕，被吓到各种假的动作没有？假。OK， 这个改编了。好，最后这个年龄我是要来玩比较硬的嘛，就像 King 哥说的，我们不能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亚洲人不能输美国人。对，所以我要毛起来，就是用铁头功敲破苹果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要毛起来。我跟你讲，好愚蠢哦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也是混血的，我是印第安人配阿美族的。
不要，我毛起来好不好？我们不是东亚病夫啊，加油！来，我哎呀，我玩这么硬，不会等下就晕过去。玩硬的哦，哥，你需要桌子吗？都不用，你不用桌子，不用桌子，我用手上中间啊。毛巾，准备好。哎，受伤不关我们事哦，这里自己弄。不会，我有头保。哎，这个真的是你一个练过的哈。没有没有，有练过，我练过。加油！我想啊，数三秒啊。走，好，三。我不是东亚病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没有做手脚的吗？这没有手脚。那不好意思，那可以别人拿来 K 你头吗？还是要自己？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就好不好？我自己来就好。啊，再一次啊，看好了啊，好，注意喽，注意喽，看好，看好，没有没有没有啊，来，三，二，对，哇，拜托，哎。很牺牲呢，这个真的很难吗？啊，这个真的很难呐，这个到底难处是难的地方？你要不要悄悄看啊？这个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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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蛮难的吗？我们相信你蛮难的，快开玩笑，头真的蛮硬的。OK， 这个感觉怎么样？哇，很好啊，有点吓到。来，三位选择时间到，选择时间到了，来，请把你们的右手伸出来。来 ，Debbie， 我说到三之后呢，你选择一位，你觉得哪动你好吗？来，一二三，请选择。那个，哎呦，哎呦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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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？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觉得他有用苦肉计的感觉。因为我今天做了苹果派。啊？哦，相关的，是这样子哦。OK，OK。所以要砸脸。要砸脸是不是？用苹果派砸烂脸是吧？好 ，OK， 恭喜你一个啦！也谢谢小仙仙啊，大贺。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，刚刚这过程呢，其实我们停了两个小时，因为呢，我们刚才苹果敲了之后，我们不能浪费食物，所以 Debbie 花两个小时把它做成了这个苹果派。哇！亲密互动呢？真的假的？而且过了这么久时间，你看看你一个头，它在肿，红了。哦，好了，这个为了爱，好不好？你看到？所以 Debbie 呢，你要亲手喂这个鲶鱼哥你做的苹果派，这吃完之后再跟问他说好吃吗？这样。哇。吃啊，好哇！要不要？好吃吗？再怎么痛还是好吃，好好吃哦！拿榴莲进来，凤梨还会做凤梨派的，椰子，真的说再怎么痛也好吃啊！说真的喜欢吗？哎，做的很好，做很好。哎，这真的你自己做的？早上做的。哇，你很厉害哎！你看看，做的真的很漂亮哎。哦，这个也是在温哥华学的吗？对，就是在网络上学的。哦，了解。好，非常谢谢啦，谢谢 Debbie， 谢谢鲶鱼哥。好了，各位同学，现在呢，我们这个三号的这个美女要出来了，先请 Ken 哥来丢这一颗幸运球，好不好？来，飞的，哎。小智，恭喜小智！马上来欢迎我们第三号留美正妹罗娜出场。